是在台北城办过台北城千人斗阵席啊，那他就是那个我在他的领导之下，我们啊就是两个人，还有再加另外这个城隍庙的帮助，然后他的府门福伦社的帮助，那办了有1430几个便当在中午被吃掉啊，这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药部董事长当时他担任城内发展协会理事长的时候他们办理的啊，所以说他对这块土地有很深厚的感情，对这个庙他两代在这边奉献，我们再一个掌声。好，我知道啊，我知道我不可以等太久了啊，但啊，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新荣老师，大家跑到家怕回去啊。声音哈不整齐啊，不要说，没有关系，台湾人要学习这个呢。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的时候，一听到掌声都是10分钟，按个耳起的时候是这样啊。所以我几个大家不要瞎看我睡，看几个那个睡，来，欢迎。